黑线形态的部分哦，大家关注的是说，今天已经站上了月线关卡了，是不是进一步呢要再往上来挑战前高，好，变成一个回升的走势了吗？后续应该如何观察呢？马上我们要连线是摩尔投顾的分析师陈俊言老师，午安。一华午安，全国的观众朋友午安。好，俊言老师，今天在这个指数方面呢，投资人好像有点这个欣喜若狂的感觉啊！之前不是一个什么小反弹哦，现在看起来好像变成回升的走势了。但是刚刚有说到，在这个中央大学调查说，投资股票的信心现在投资人急剧下降，已经是去年三月份以来目前是最低点。好，大家也有点怕怕的，认为说这个指数很高，很多个股更是已经涨了不知道几倍去了，所以现在投资信心开始往下掉。但是今天盘面上，又有这个新的族群，整个族群都在发酵。好，近期来说的话，有人说电子股还是未来的这个要角哦，撑盘的要角一定是电子股。但是今天你看看银建表现也很不错嘛。那么另外呢，在这个金融的部分哦，今天也出来发威了。好，这个盘是走到这里的话，俊言老师怎么来看呢？指数有办法挑战前高吗？那么在族群的部分，是不是也出现一些更迭了？好，那第一个，刚刚主播有聊到，就是说现在是投资人说信心比较没有的状态嘛，对不对？那通常其实投资人信心比较弱的情况下，通常大盘齁，就是台北股市的大盘，过往的经验其实都表现的不会太差啦，这是第一个。那你有说今天这个已经连续两天攻到20000点齁，然后就马上说是不是可以马上去挑战前波高点 20883, 我觉得是以短线来讲啊，是有点太过于乐观。那当然啦，那个前波高点我觉得那个时间转折应该是在5月20号的那一个礼拜或者是下一个礼拜啦，就时间转折会是在520啦，我一直看的都是在这个时间点啦。那所以基本上现在大家可以去看个股的话，前面齁表现的比较落后的股票或是族群，现在就比较容易的齁会在这个时间点来做接棒。你刚刚主播有聊到金融股嘛齁，你可以看到一下齁，那你直接把国泰金拿出来看，国泰金它其实齁整个从三月、四月，那现在四月快结束，它其实在月线扣底这边打底多久了？其实很明确的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一直跟他谈到的就是说，不管什么族群，不管什么个股啦，你在月线扣底那一边打底的时间够久，其实说穿了，在第二季的行情里面就有一个你要说补涨的机会也好，或者说来接棒做主升段也好，但这个时间点你如果去看就是说，太多那一种已经是涨了一大段，好啊，然后出现修正，那我会觉得就是说，如果你那个修正的状态是已经直接在前面已经先破掉月线、破掉季线，甚至那个半年线都已经破掉的话，那就可能就要是特别留意。现在这种大盘表现的比较好的行情，反而他们会变成是一个反而资金要留意说，有一个逃命坡的机会。我们可能就是要跟大家特别去强调，可能这个逃命坡机会应该是 IP 股的部分啦，因为 IP 股说穿了在技术线型里面那个真的好看的真的还没有齁。那股王四星 KY 在上个礼拜，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是拉涨停板嘛。可是你会发现，就是说，只要它那个从下那个底部这边翻起来，大家可以看到翻到月线之后，卖压马上就出来了。好，大家可以看齁，四星 KY 包含的就是说上个礼拜也一起，礼拜五也都是涨停板的齁，那个3443创意。齁，今天这两档股票翻到月线以上齁，就开始出现一个逢高的卖压出来。这个其实很明显就是说股票的基期，第一个我们要去聊的是说，当然基期低的它容易在第二季的行情里面去做补涨，但是你要去看就是说它能够有具备补涨条件的势必一定是什么，前面我们从去年圣诞节一直讲到现在，就是说你接棒的股票一定是月线打底，月线那一边有漂亮的一个那个你可能一个月甚至两个月都没有关系，但是它可以沿着月线这一边来做整理的股票，那就是一个齁后续来讲会有表现的个股啊。但你如果说是破月线之后一直没有买盘的力道把它撑起来，那你破月线之后破了季线破了半年线，那你所有均线都破掉的话，那你现在所看到的反弹也许就要特别去留意说，在5月20号那个520的时间转折以前的话，它还会有一个齁在往下来做彻底的机会的。我如果说这样来讲的话，可能就不会就是说对于投资人造成恐慌啦，就是还会再往下做彻底这样子啦。好，那大家可以去看，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啦，就是说你接棒的比较漂亮的个股，大家可以去看到齁，那个
像那个上个月三月份哦，大家可能去讨论的那个 ETF 的成分股，那你会发现说 ETF 成分股虽然有出现一个卖压，可是有卖压出来，哎，真实可以在后续还有表现机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哦。虽然是不同族群的个股，但你去看2404汉唐。哦，这个银星一样是940的成分股，可是你会发现就是说，市场在调节940成分股之后，那汉唐它居然是可以在卖压出现之后反复冲洗之后，沿着月线这一边哦，那个它也整理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换句话讲，你把这样的一个形态下去做比对的话，你自然而然就可以知道说，诶，一样的 ETF 成分股啊，但是哦，3005的神机。它是不是就跟 IP 股一样，就是说你月线扣底那一边没有买盘力道来做撑盘啊，那你破了月线之后，然后破了季线，现在来讲的话来到半年线，好，如果万一半年线这一边看起来没有一个很积极的防守力道，那是不是它好、哦、会跟 IP 股一样有所谓一种复制的那种概念，所以我会跟他来聊到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哦，大家你可以去看到盘面上机会很多，但是整个从它的技术线型下去看，你很明白的可以看得出来，谁能够接棒，谁是那个跌升反弹。那后面要去留意说，哎，五月份还有一个彻底的机会。那刚才主播有去聊到鸿海啦，吼，鸿海来讲的话，大家可以去比对，就是说，哎，它很明显就是什么，在月线扣底这一边有一个横盘打底，而且也是一样，然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其实我们在那个上前两个礼拜跟大家在那个电话连线的过程就有去聊到嘛，鸿海它的黄金买点是在什么地方，就140到130那个拉回来的那个箱型区间嘛，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诶，在拉回来破了月线那个在140到130的区间里面有一个买盘力道防守，后面你就会看到说，诶，它现在所回到150，好，当然你如果说光从股价下去看来讲的话，好像真的140、130它是一个很好的买点。可是你会发现哦，你把月线扣底拿出来看，它月线扣底就是140跟130的区间啊。所以你只要破月线之后有买盘防守，这样的族群、这样的个股，它自然而然就是会接棒，而且会有酝酿第二波攻势的股票。那要讲到鸿海集团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去跟大家聊，就是说，相同有一个买盘来做防守承接比较明显的2354的鸿准，另外来讲的话哈，那个6668的中阳光，因为中阳光也是就是说在鸿海集团里面，我们很在上个月哈，那个三月底那四月初那一边电话连线过程跟他去哈强调，他是鸿海集团里面哦算是转机，今年转机的一档个股，所以像这类的股票，那到后面啊会接棒，你就可以看到清一色全部都是月线那一边有来做打底防守力道的。那你只要月线这一边没有防守力道，后面呢其实就是说你逢高那个见高点拉回，那后续呢慢慢就会变成是一个市场资金哦算是比较是抛弃的族群或者是个股，这个就可能大家去留意小心一点这样子。好，以上是我的看法，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咯。好，我卷老师先借我们稍微追问一下今天这个1516族群啊，大家好像明显的发现好像不太对劲了。今天在这个1513呢，中兴电的部分呢，它的这个股价已经来到了月线关卡了。我们说月线是保卫战最这个关键的一条线嘛。那么另外呢，在这个1514在雅力的部分，你看到它虽然说沿着五日线，可是呢，这个近期的走势真的也不是太过好看。尤其在今天1618的合基啊，还有1616啊、1617啊，其实哦，这个很多档的个股在今天呢都是没有什么表现的。好，这个族群来说的话，跟电力相关的一些个股，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呢？好，这个族群我看的是哦，第一个它有一个政策的利多加持啦，所以我会跟他来谈说这类的个股，你也许刚刚有去聊到嘛，吼，那个雅力啦，或者是那个中兴电，可能现在在月线这一边好像看起来好像蛮挣扎的，但你可以去要特别去留意说，这个看起来挣扎不代表它有转弱。那另外来讲，我可能要特别去提醒大家，因为电力族群哦，它这个族群非常有趣，因为它从过年之前，就开始是利用融券轧空的那一个力道来做一个族群的带动。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们其实一开始跟他去聊到融券轧空的，吼、哦、那个领头羊第一档其实是华城，后面是市电。那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族群哦，现在它每次都看起来说好像不是很强，但是哦，忽然之间一个整理完之后，就会开始带动另外一波。那这个族群我会比较去提醒说，哎，五月还有一个好、哦、在520的时间转折里面来讲，它还有一个接棒好、哦、再来做中继攻击的机会。那我会跟他去聊，就是说这样的族群里面哦，有一档的股票，可能大家要去特别留意。现在看起来也不强，而且被关紧闭哦，1617的荣兴。
好，1617的荣兴，它现在来讲券资比已经拉到那个68%以上了。好，每一次只要这个族群有那个券资比飙升的股票，其实这个族群哦，后面来讲在整理过后都会有一段的攻势。这已经是今年以来哦，我必须讲今年以来来讲的一个非常非常明显，而且是都会有惊喜的一个族群啊。那另外来讲，除了那个荣兴之外来讲，1609的大雅，1503的四电，它的券资比开始又开始做飙升了哦。另外来讲是3708上尾投控，所以算一算哦，其实现在电力族群还有四档股票，哦，它的券资比在飙升，所以现在这个时间，也许说电力族群看起来不强，但是大家可以去看到，也许在那个月线扣底这一边，哦，看起来很挣扎。今天四电来讲在月线这边好像也不强嘛，中心电看起来也不强嘛，可是那个这些股票，哦，大家特别去留意，现在做的是一个中继站的过程，哦，不要太过于小看。而且这些股票来讲的话，大家可以去发现，就是说只要破了月线来讲，后续都会有买盘力道再把它撑起来，所以看似不强，但是我觉得这个后面还会有惊喜，哦，这是我的看法啦，哦，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咯。好，非常谢谢俊彦老师的一个及时解析哦。今天在这个中心店的部分呢，始终被这个平盘来压着打，目前呢还是下跌的一个百分点左右啊。那么在股价的部分呢，今天呢也是稍稍的比较没有太。